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提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第1900集的节目，谢谢各位这将近14年来的支持，我们走到了第1900集。那么今天的话呢，还是趁着起源的电影上映呢，我们给大家分享相关的周边产品，一样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中华影乐秀呢，跟我们分享这个动力翻转变形的柯博文的玩具，它的台币定价大概是1800多块钱，在网络上，我觉得吧，以后还是有降价的可能性的。那我要讲在最前面，如果你看过哔哩哔哩上面的大陆的变形金刚朋友开箱的话呢，我提一下，它的3C代理版的话呢，是被阉割了语音的部分，也就是说呢，它只剩下音效而没有声音的一个部分。那这个是台湾代理版，所以的话呢，这一期的话呢，可以给各位演示一个完整版的语音的一个效果啊。那废话不多说吧，我们直接呢，就在这个车型状态下呢，你直接按这个地方，它也是有会一个光影效果的啊。其实我还真的怕你不讲话，那我就打脸我自己了啊。好，是的，就是今天的话呢，这一款啊，就是算是一个完整的语音版本。它佩戴了一把武器啊，只能够扣在侧边，我们就将它给取下。另外则是一把能量斧，放在两腿的中间。它一样有着一个非常致命的后面的这个大脚掌，还有手部全部暴露在侧边。但是它丰富的一个语音，还有一个所谓的四段变形的效果呢，将会给这个玩具带来非常出色的一个表现。那我们就来开始进行它的一个变形的一个过程啊。手臂这地方解锁之后的话呢，把它顺势的往上推上来，这个地方扣下去。手臂的话呢，自然放下来，转正一个角度到这边，另外一侧的话呢，完全一样啊，这里把它给扣上去，然后手臂反转一下啊，到这边啊，就完成了它的手部的变形。腿部的话呢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推过来，这里扣上去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个变形的音效啊，哎，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。然后两腿打开，斧头先给拿出来。这里的话腿要开一点点，这个部件的话呢才能够顺利的做一个翻转，它没有腰转哦，只能够腿部本身呢做一个翻转。这个地方让它给打开，噔噔，这个它就变成了 Olympus。 好，那 Olympus 的话呢也一样啊，有一个挥剑的感觉。哎，干得好啊。哎，这个好了，那我们的话呢，就继续的话呢，接着把它往上再变形成一个 Optimus Prime。那这个变形成 Optimus Prime 的话呢，也是非常的简单啊，我们只需要呢把这个烟囱啊先往上转上去。那各位就可以注意留意到了，我们把它往上面从这个地方揪住往上推啊，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头部的话呢被踢完，就这样推一下，它就自动弹上去了。这个就完成了我们这个 Olympus 到这个 Optimus Prime 的一个转换过程。那我先提一下好了啊，这两个形态的话呢是可以一键进行转换的啊，你只需要把它往下面 OK， 那个退化的话呢是一瞬间啊，那进化的话就是往上推。这个翻折速度没有一致啊，所以稍微有点露馅了啊。你看我们这样子啊，这里你直接的把它往下按。啊，这个变形的声音还是挺有啊，这个地方啊，有时候没有回弹到位是很正常的啊。啊，这里可以推一下啊，它就上来了啊。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变换是真的是非常快速的啊。为什么有那么多妖魔鬼怪的声音呢？啊，好好好，这个声音好像就不知道是像谁的声音啊。好的，那么他的这个时候，他人形的可动啊，这个手臂360度的转动，手肘、二头肌啊，拳头是不能转动的。那这些武器啊什么的话，就是可以轻松的啊握在手上是没有问题。那他的这个形态下就多了一个变形的齿轮，已经到这个地方，翻一下这一片，你看往后面。这样他直接换了一个头给你，而这个头雕其实是做的还是挺帅气的啊，我不得不说这个头雕真的是好看。然后玩具的主人中华影乐兄有再勾了一些墨线啊，所以看上去的话呢就更加的有立体感。
好，那最后的话呢，它就是还有一个最终一个形态。那这个最终这个形态的话呢，按照这个玩具本身设计的话呢，是说要做一个翻转变形了啊，也就是说呢，把这个玩具这样拉起来，然后做一个翻转。好，对不起，我没有练习得很好，但是总而言之的话呢，翻转变形也不是第一天了啊。那翻转的过头的话呢，有时候会把领导母体给甩出来啊，烂过头总是不应该的啊。那各位可以看到了啊，只有在最终的这个形态的话呢，领导母体的话呢才会从后面，它本来是从这样子收起来，它本来是这样子，藏在后面这里。OK， 好，那这个时候就是把它给这个，那我顺便示范一下，同学要断了，这个形态的话腿还要再拉长啊，这才是最终形态。那我代替一下，如果你不愿意做旋转，其实你只要稍微的去推一下啊，其实它也就变形完成了啦，它只是往后面这样一推就有了啊。这个翻转只是一个噱头啦，所以大家也就是大家可以学习跟我一样，用低调的方法变成最终形态啊。好的，那这个部分就是多了一个透明的胸甲啦，那个领导母体也就直接外露到外面了啊。那我们可以站，哎，我们站在一起啊。领导母体的话呢，还可以单独的把它给拿下来啊，然后呢还可以持在手上。是的，它的一个手臂内侧还有一个缺口，这样子把它给拿在手上。但是呢，由于可动非常的悲催，它就也只能够拿到这么多了，并不能够两手同时拿住。那对了啊，这个刚刚的这个一开始就拿掉了这个车顶盖啊，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就可以以一个盾牌的形态呢展示在这边。那这个玩具的话就是好玩啊，这没有问题，声光效果非常的多。那脚有一个前后侧踢的可动，但是膝盖是完全卡死就没得动了啊。那么呢，以一个变形金刚的玩具来说，其实我还是觉得它是非常棒的了啊。而且的话呢，在Orion Pax 跟这个 Atomos Pi 之间的转换呢，是推一下就变形，而且变形齿轮有跟没有啊，是一起的啊，做一个转换，头掉也整个都换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就作为我们第1900集玩具的一个 Part One， 那我会再找时间的话呢，录一个 Part Two 啊，就是大家跟大家大概也给我自己做一个 review 啊，就是从1801集到1900集这段期间啊，我大概发生了哪些事情。那就感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，我们1900集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